We'll be right back.
不是你来这儿练了多长时间了？你就练这个咕嘟？我练两个小时。那谁让你练咕嘟的？我想试试。啊？你这是来打我学校的是吧？刚来就给我玩这个？啊？你赶紧给我上去给娃娃机开出来了。教练，我开不上来。你开不上来的话，你也不用在这学了。那教练，你教教我怎么开上来吧。行，上不上我教你了。听我指挥啊！先打火，开不上来的话，你也不用在这学了啊！听到没？来，先转过来了，先转过来。下大臂，下大臂。把小臂往回收一下，把小臂往回收一下。来，先下大臂，再收一下，再把小臂往回收一下。下大臂来，哎，下大臂，下大臂来。你把你那个，你把你那个左手的那个行走踏板，左手的行走踏板往前抬，全杆往你的右边打，来试试。哎，打，继续打。是那个乌龟档吗？来，换到乌龟档，来，行，继续打，继续打，现在往前抬，往前抬，旋转往右边打啊，是乌龟档啊，来，先把大臂抬起来吧，先把大臂抬起来吧，来，来，抬大臂，抬大臂，抬大臂，不用管它了，不用管了，直接抬大臂就行了，直接抬吧，直接抬，直接抬，直接抬起来，直接抬起来。把大臂放在这个地方，把大臂放到这个地方。行，来下大臂了，下大臂。行，现在往前面走里带，旋转往右边打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继续走，打旋转，打旋转，停停停停停，停停 停, 停。打旋转试试，光打旋转，不要走里带了。踩一下里带试试，再踩一下里带试试。哎哎，停停停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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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现在往后走吧，来，那个履带往后抬，左手的履带往后抬，旋转往右边打，旋转往右边打，把旋转，哎，错了，往前走吧，往前走吧，你刚才做错了，知道吧？往前抬，旋转往右边打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就快出来了，再把铲头放到这个地方，再换一个位置，换一个位置，把铲头放在这，把铲头放到我这个位置。来，开大臂，开大臂就行了，没事，翻不了，抬就行了，翻不了，哎，换到这个位置，来，请下大臂，下下下下下下下使劲下，行，你再往前抬，旋转往右边打，对对对，继续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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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旋转，行行行行，现在往后走，履带，两条履带同时往后往后走，走错地方了，哎，往后面走，往后面走。行走踏板往前踩，顺便那个伸一下脚臂，伸一下脚臂，你的左手伸一下脚臂，哎，对，行行行行行，抬起来吧，抬起来吧，这就出来了。以后我说让你练什么就练什么，你这刚来就胆子这么大，练过沟。刚来你就给我练这个，你是不是打我学校的？行，那就接着练吧。以后我练到啥了就练啥，别乱练，知道吧？你刚来你就练这么难的。我讲一下吧，这种你就不要拿脚操作了，因为脚蹬不稳。我们左脚蹬在门框上，控制好自己重心，然后左手拉行走，右手拿着大臂，双脚一蹬，引进臂，干下来，速度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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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吓一吓他，我们吓一吓他，走走，哎呀，趴个毛脚，走，哎哎，掉了我，哎呀，我靠，你出差这么大的一小点，你要注意嘛，你看到没有？回去啊，不要推错了，推错了就立马就掉了，来。
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吓死我了！啊，来来来来，哇哦，可以吗？哦，你的胆子太大了，好，慢慢抬大臂，让蛙镜落下来啊！啊，老李，左手抓在，不要拿小臂，左手抓在那里，对啊，控制好，不然的话，害怕会掉下来。哎。不是啊，打火机给我一下，打火机有没有？没有没有，好，来吧来吧，好，慢慢的来，他让他落下来，对，对对对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回来的时候有点害怕，但是你不要害怕，好不好？不要害怕。啊，来来来，这群景青春，你们真厉害，我靠！这群景青春开着舒不舒服啊？爽。年轻人要多吃灰，大臂抬完，小臂抬到90度，一边转一边伸小臂下大臂，驾驶是要在下面来，下大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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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伸小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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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OK， 还可以的嘛，好，把蛙镜撑起来，算了，我们练一下吧，把蛙镜撑到最高，我看一下来，但是有可能会翻跟倒了。没关系啊，表妹我帮你照顾好了，来，大臂压死，小臂轻轻的往前，小臂往前，我不叫你停不要停，我不叫你，哎呀，小徐生那边玩具，大臂压死，小臂跟着啊，没事没事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大臂压死呀，小臂来，慢慢的跟着，就是乘车，走走走走走。找你找你找你，干饭算球了吗？来走，刚好想换。哎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的。把它慢慢的翻下来吧，翻下来翻下来。这只是说教他一下撑车，怎样把蛙镜撑高，因为有的人大臂压死了，他起不来。大臂压死起不来的情况下，小臂轻轻。